你好，我是 Panda 老饼熊猫，欢迎收听近来搞什么的每周个人游戏记录，来到2021年第23周。今个礼拜呢，若果你对 Monster World 冇乜兴趣的话，咁就唔好意思啦，因为呢条片大部分时间呢都会系讲 Monster 嘅啦。因为上个礼拜日晚呢，我就第一次打低咗成隻 game 最后，即系故事上呢最后嘅首领Fatalis 啊，一条叫黑龙嘅黑龙。咁呢样嘢咧，其实都喺 Mirror Group 嗰度 post 过噶啦。咁所以话，如果你想知道第一手最快嘅消息嘅话咧，就记住加入我哋嘅 Mirror Group 啦。虽然我唔知点解你需要知道任何有关我嘅消息。咁而成只 game 入边，我唯一仲未打得赢嘅一条力战王冰咒龙咧，我之前试过打，但系打到够钟咧，佢都仲有好多血剩翻。咁我上网睇过，啲人都话，若果你打咗黑龙先，有佢嘅武器啊，有佢嘅盔甲咧，就会易啲处理嘅。咁所以都系点解我之前决定唔走去搞条冰咒龙住啦，尝试打咗黑龙先啦，咁样。咁就系话啦，打完佢一次咧，当然就冇足够嘅素材啊，去到做佢啲成套嘅盔甲啊，或者佢啲武器啦。尤其是若果你想做黑龙嘅武器咧，你需要去最稀有嘅材料就系只邪眼。咁要得到呢只邪眼咧，就必须喺战斗中完全破坏嘅头部。咁要完全破坏嘅头部，当然就要比较集中咁去打佢个头啦。咁所以喺礼拜日晚打完佢，成功打低佢第一次之后咧，我就喺周中花时间咧去尝试学习点样集中打佢个头，以达至到完全破坏头部去取得呢只邪眼啦。咁但系当然啦，就算事先系睇咗攻略啊，睇咗片啊。到最后都要自己花时间去练习噶，咁而随住不断嘅尝试啊，同埋喺过程亦都收集咗更加多佢嘅素材啦，做咗佢两件盔甲，叫做有少少装备上嘅提升啦。咁我就喺礼拜四晚定礼拜五晚，我都唔记得咗啦，就第一次完全破坏头部。咁就算喺嗰次战斗入边咧，最后打佢唔死，冇完成到个任务咧，但系任务失败嘅时候都得到第一隻邪眼啦。咁而更加经典咧，系嗰次战斗，我其实系打剩佢28血，就系争佢一刀，跟住就够钟，跟住就任务失败咗。咁但我将呢件事咧剪咗条短片放咗上 Reddit 咧，得到唔错嘅回应。第一次喺 Reddit 上面 post 嘢咧，系得到 award 啦。嗰啲 award 其实应该系啲人要真系货金落去买，然之后攞嚟送俾人噶。咁但我收咗之后呢，其实又唔可以换返钱，又冇咩，又应该唔可以转送俾人咁，所以我都唔係好知有咩用啦。咁而打完第一隻邪眼返嚟呢，我发现可以做多一件盔甲，咁但係呢就唔係对我好大帮助，而做佢嘅武器并且 upgrade 就需要两隻邪眼。咁我觉得 upgrade 版武器对我嚟讲应该帮助会大啲，咁所以就留起咗第一隻邪眼呢，就继续去尝试。咁我諗之后都试多咗5-6次到啦，先至再可以完全破坏到头部，攞到第二隻邪眼。咁攞住呢把更加好嘅武器，就当然继续要去尝试啦。咁所以就寻日呢，就不断喺度打佢，打佢，打佢，最后呢就总算係攞咗5隻邪眼。咁而最后嗰次呢，都唔係话完全破坏到头部，係打赢咗佢，然之后刨死尸嘅时候刨到隻眼出嚟，都几低机率嘅应该，咁所以都几好彩。咁前后打咗5隻邪眼出嚟之后呢，我就做咗佢个武器啦。咁亦都佢到盔甲上面需要邪眼嗰两个部分呢，都已经做咗出嚟。咁而最后嗰件呢，亦都只係争啲湿性嘅素材呢，就容易打返嚟好多嘅。咁以上呢，就係呢个礼拜我主要做嘅嘢啦。咁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花咗喺 Monster World 上面。咁喺做齐啲装备之后呢，嚟緊我就会下一步再挑战，就係我刚才讲嘅最后一隻力战王冰咒龙啦。咁之前黄黑龙我就试咗大概3个礼拜到啦，黑龙其实就试咗个零礼拜，再加埋打隻邪眼又试咗成个礼拜到啦。咁力战王冰咒龙要试几耐呢？唔係好肯定啦。咁但可以肯定嘅系呢，若果我一打得赢佢呢，应该好快又会见到我喺 Mirror Group 度 post 一 post 先㗎啦。咁而今个礼拜呢，其实除咗玩 Mountain World 之外呢，亦都有继续玩下 World War C 嘅。咁首先要讲呢，又系喺 Mirror Group 度其实出咗个 post， 因为之前有观众问会唔会有观众场可以同观众一起玩，咁我都觉得OK 喎。因为呢隻 game 我都想玩多少少，但係
夹开嘅朋友又唔系成日都得闲玩啦。咁所以我就喺 Mail Group 度问有冇人有兴趣一齐玩呢？因为只 game 咧而家喺一定要喺 Epic Game Store 嗰度买嘅，因为独家嘅。但系就做紧减价，做到6月17号啊，就68蚊、70蚊港纸到啦，就齐晒成只 game 所有 DLC 乜噶啦，因为系一个 Game of the Year Edition 噶，而家变咗。咁我觉得都好抵玩下嘅。咁所以就睇下有冇其他观众想话一齐玩啦，唔系话要录影啊、直播之类嘅，只系限内大家可以一齐玩下咁样啫。咁但系我 Mirror Group 始终都系得嗰十零人啦，咁啊喺嗰度讲咗，其实似乎帮助不大，咁所以我都喺呢度咧讲一讲。若果你系有兴趣嘅话咧，就留言啦、啊，点样啊，联络下我，睇下我哋够唔够人去到组团去玩啦、啊。我自己咧就每晚继续 solo 下，玩下只新职业，但系拖住三个电脑，有时都玩得几泄气，因为完全唔知道佢哋有咩时候咧就会好有能力，好清晒啲丧尸帮我自己顾自己顾得好掂，但系有时咧又会突然之间就完全搞唔掂，三只一齐俾啲丧尸围死啊咁样，感觉上呢啲咁嘅队友咧实在太过神经刀啦，好难合作啊。咁但系到最后咧，多数都完成到任务，咁我系忍住佢先啦。咁但系我只系玩紧 normal 啫，只 game 嘅五个难度入边嘅第二级咋吓。咁所以话啦，睇下有冇现实嘅玩家可以取代呢啲咁样嘅 AI 队友一齐打丧尸啦。好啦，今个礼拜搞什么咧，就讲到呢个为止。咁再一次啦，未加入 Mirror Group 嘅观众咧，期望你嘅加入啊！我亦都基本上停止咗 Facebook 专业嗰边嘅更新噶啦，咁所以。如果你嗰边睇开嘅话咧，亦都唔会有咩新嘅嘢喺嗰边发布噶啦。咁我喺个 Mail Group 度咧，差唔多每日都会揾啲嘢嚟 post 下嘅。咁如果你想即系睇下我除咗喺 YouTube 上面啲片之外，仲会讲下啲咩咧，咁就快啲去加入啦。我系 Panda 老兵熊猫，多谢收睇，我哋下段影片再见，拜拜。